在了解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从洋鬼里面的小说改编出来的话，有些人看过，有些人没有看过，他知道为什么一个洋鬼小说的意义有没有传达出来，还是一样，还是只是可能是这样子，因为你50页的小说里吧，因为杀人花嘛，一花的很精简嘛，但是应该有那个机会去把小说的一些意义啊，主要的意义啊表达出来，这样子应该是不足够吧？因为文学本来是一个比较伟大的艺术形式嘛，然后各个面其实都是比较这个的呀，不入流的啊，所以要把文学这个这么庞大的伟大的这个媒介，把它改变成其他的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说去哪去争观众查？我要说我们下一代啊，会比你现在差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不太有机会回去原来的文学，就已经乐器中当然我们多少有机会接触两回作，但是我们为了要做这些，我们就再重新再翻一次，或者是说在这之前。不用成一张，但由于什么看过水，不见得只有看过。然后，但不过也不是他唱，不是他写的词，就是一定要对水非常熟悉的歌词出来说啊。然后应该这样子，我要一成一张画，因为几乎在画台湾哪有书上的，因为画画现在要下回的办法的，那下回的那些两个会报出来吧？就你讲哎，你当时没有对吧？我要天天写画，那对我或者对所有人都是有帮助的，就是因为说。现代人可能都娱乐很多嘛，你外面起来参加营会，他们起码参加营会那个感觉也不一样。你看起来两个人在那边是聊一点，那不会，今天就乖，记得注意，记得起来，记得起来啊！你现在还是乖啊，好。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些娱乐也好，或者说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啊，那特别很难的去回到文学本身啊一块。但是他那边狂热啊，我应该更多出的啊。像杨奎集里面还有出，但是其实我们这里面所用到的很多的素材，现在也没有出版，很多也没有出版，比较有名的有啊，有些也没有出版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做这个心意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对我们自己本身也好，或是对其他很多因为里面读过杨奎小说，或者读过杨奎小说的，然后他们可能借由媒体怎么去了解这个专辑之后，我是不是有机会再回头去看那个文学？那确实有一小撮会回去看这些小说，然后写了信到唱片公司，或者是说写了一个回卡，说他要回去找。不过最好笑的是，你们不知道前面被杨可杰吗 ？A 股吗？现在市面上有的前面出版社那时候出版作家全集哈。电视淘宝卖的小鱼嘛，哎，低头会买怎么办？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我们现在市面上买洋鬼的小说容易吗？容易啊，还是买得到？就是最有名的那些有《春光灌木树》啊，《水牛》啊，《中宝》这应该都在里面。洋鬼找一本小说集在一本，比在一本还瘦，然后写到版的话，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要做这个东西，一直是功。啊，最近看在挖，一看在地怎样，一看水桃，一水一挖桃，走到所以观众里面是生存的人，以为了六了啊，就是讲，一个真的是咱不得不让人真正的看回去，你两毛钱台币的比例起来就是有点差，包括这些名色历史哦，包括光光是台币的比例起来。你两个台币的比例自然就是比较差。以各种各样的地位去看的洋鬼，各种各样的地位看的娱乐作品，各种各样的地位看的奈何，还两种。万一有一些人有其他的艺术的转化的形式啊，变成戏剧啊，或者光变成图也好啊，或者是有人变成歌的话，所以这我们有生之年当然是一定这个奈何文学音乐专辑的当然是。我这些地方是十几年前就讲过到现在，我们还是努力的学挖地嘛，深深的挖下去嘛，总有一天嘛，应该是明年嘛，对不对？明年就会出来了嘛，会有奈何叫基金会所出版的这个奈何文学音乐纪念馆。